今天带大家来看知恩苑的夜莺，它是到4月3号结束，然后今天就叽里叽里赶在最后一天过来了。皆様、こんばんは。こちらは浄土宗総本山知恩苑です。春の大雪、本日ね、大雪を迎えました。首先我们先来买票。嗯，follow 他们家的 IG 可以有100块钱的优惠，买到门票啦，折100，原本600块钱的门票变成500块钱。哇，那个旋转的樱花好可爱哟、它这边是这样子色子，从原本的这样子，然后一点点增加颜色，然后增加颜色，增加增加增加，到最后的成品。这原本是白天可以给人家走的，然后晚上封起来做 light up， 好漂亮哦！那个一直在转动的樱花。这里是知恩苑的正门，现在樱花正盛开，好漂亮哦！大家都在这里拍照。在玉隐堂有念经大会，那这个我们就 pass 了。逛完知恩苑了，那我们也该去下一个地方逛逛喽，跟这片美景讲拜拜。哇，真的是好漂亮哦！我们从知恩苑出来，然后往旁边的地方走，就可以走到圆山公园了。来看看今天人多不多。哇，前方高度注意，好多人啊，好多人，而且我肚子好饿哦，还想吃东西，今天一整天都还没吃东西。哇，
好壮观的樱花树哦！停在这边停一下，然后我们继续走。这边还有生火呢，他一定是怕我熟人。必须进去 ，Go！ 看起来人好像很多，但是有座位，我去找个地方坐。这里可不可以坐？点到了一杯啤酒，总之我们先干杯吧。然后今天很幸运，我刚才坐在了舞伎们的后面，哦，好棒哦！赏樱花，还能够看舞伎，我真是今天真是好幸运哦！这边的座位啊，是你必须点他们的东西才能坐在这边。如果你去外面路边摊买的东西的话，是不能够坐进来这边的，必须在这边点东西才能坐他们的座位。肚子好饿哦，刚刚喝完一瓶啤酒，忍不住又再多点了一瓶瓶啤酒。这樱花实在是太美了，忍不住让人家想要再多待一点点。它这边还有一个 Seki 流，一个小时500块，还蛮贵的。完食啦，要跟这片美景讲拜拜啦，拿上我的包，跟我的座位讲拜拜啦，再见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我过去坐。哇，这么晚了还这么热呢。下班。